他就叫里长来，然后警察来，我就跟他说这里没什么人，就劝说，然后里长也劝他不要那么主动。不过他也是都不认错，他是觉得自己没错。店家的立场是觉得这个骑楼不愿意借给这个叶姓民众，那叶姓民众只是想说稍微停一下，所以产生纠纷。那经同仁协调完之后那双方并不愿意再。